大家好，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厉害的魔术了，就是生活当中随便拿一副扑克牌啊，手一摸它就变化，好，非常简单又有趣的小魔术。不相信的朋友来这边来看一下啊。首先这个扑克牌我们可以看得到，普通的牌没问题。好，这是超市就能买到的扑克牌。什么样叫做一摸就变呢？这个 K 不喜欢，对不对？没关系。好，我只要把它拿在手上面，像这样子，你看这个 K 不喜欢，瞬间就变成黑色的八。有人说，哎呀，这个我还是不喜欢，没关系，我再给你来一次哈。这个八你还是不喜欢，你只要把牌拿在手上面，像这样子，瞬间就变了，看到没有？好，想怎么变就怎么变，想变什么就变什么，非常简单又有趣。来，想学这个魔术，直接教学。教学之前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它到底是怎么变的，我放慢动作看大家到底能不能看出来，因为很多人说刚刚动作太快。好，没关系，仔细看，方块是不喜欢，我们只要拿在手上面咻就变了，快不快？很快，对不对？来，慢动作教学了啊。怎么做的呢？很简单，我旋转旋转的时候，如果你从背面看啊，从这个背面看，仔细看，旋转旋转，然后这个手这边抠一张牌出来，看到吗？然后这样子拿过来再贴上去，好，它就变了，原理就是这么简单。大家动手练习一下，学会的可以关注我，想带你玩魔术。